周深加油啊！小沈阳加油，小沈阳，小沈阳加油，小沈阳。你看谁呀？我到家了。周深放开了眼，口技用口技啊，口技。我也不一定会呀。开始。哇，大鱼哦，三个字，难受。咚咚咚咚咚，放大鼓，打腰鼓。哇！别浪费时间，别浪费时间，来来来。归零归零，计算机计算机，好厉害！啊，这个，嘟嘟嘟，西部联盟，东方红，萨克斯，萨克斯。东方，我为什么说东方红？东方不是东方红。夜上海，老唱片，唱片机，唱片机，点歌台，大喇叭又叫什么？留声机，留声机，对，哇，我的妈呀，卡在留声机了，我都其实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。这三个字，叮，就一个乐器里面，乐队里面会用的，哎，乐队里面会用的，烂胶铁，对，完了，对，最后一题，哇，两个字，一个很古老的乐器，嗯，编钟，编钟，哎呀，答对，哇。白银了，赢了，才一分五十秒，太牛了，你太了不起了，不简单，我一道没猜出来，哇，真是一朵花，哎，真的就是一朵花，你说咱们答出九道题，吃花，哎，吃花花呀，好幽默，吃花花。我们再吃一分钟，题不够了，题不够了，题都不够了，嘿，小瞧这样，我这飞行嘉宾笑话你们节目组，嘿，说，题都答没了，这怎么话说的？这是最后一道菜啊，所以大家派出个人，周深，周深和沈阳，难度加深，不许跳，不许过了啊。来，最后一道菜啊，花开富贵。来，周深，周深，周深。哇塞，三个地方，三个地方，三个字，海陆空。啊嘎嘎嘎，猪圈，猪，养殖场，很大一片，动物园。对，好了，哇，朗朗哥，天哪，二郎腿都翘起来了。四个字啊，买票啊，买票啊，谁没买票、啊？我是售票员，售票员。四个字，公交车。接近了四个字，公共汽车。对，答对。两个字，嗯，哦，三分，哦，他太厉害了。一个运动，两个字，篮球，篮球。对。三个字，口技。一个运动，三个字，乒乓球。答对。哇，你说乒乓球好像唢呐，对，哎，下一个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三个字，火柳根，火柳根，三个字，啊、那个游戏机，那个，它叫什么？统一打游戏，街头霸王啊，打游戏，游戏机啊，叭叭叭叭叭，不是跟这个没关系，上上下下左右 A B， 嗯啊。放大招，对歌，他们三个字，很多人模仿秀，三个人很多，小虎队，很多人，三个人，合唱团，对，最后一题，这个音乐我忘了，然后当然五个字，五个字，一个游戏，很经典的，嗯。阿拉秀，吃到了，是超级玛丽，接近了，吃到了，好，阿拉秀，对，我跟你讲，你应该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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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这个周深力量太厉害了。
周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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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深。七姐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啊，这个游戏也让彼此更了解。来，大家一起干杯一下，来来，敬周深这杯。啊，有来，周深，沈阳，沈阳哥，沈阳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啊，是不是按随便做就分队吗？对，分队。那这样吧，你们还有一个人。行，那我们俩在这边。行，咱们在这。上菜吧，不用等了，可以吃了。一样。一样。哎呀！沈阳哥，沈阳哥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，妹子。假装假装熟络。惊喜吧，大家。我听到你们说话了。当地人有一句话叫饭养身，歌养心。饭养你养我，你养他。为大家准备了阳朔非常具有本地特色的美食，但是同样这些美食不容易吃到，我们要通过玩游戏来获取这些美食。果然，所以晚餐游戏就是听前奏，年代猜歌。我们准备了1970年到2020年的歌曲，听到歌曲前奏之后举手抢答回答这首歌的歌手以及这首歌的歌名，得三个人都答对了，你们这一队就可以一起吃这顿饭。上第一道阳朔美食，这炸的啥鱼，是不是叫干巴鱼？第一道菜呢就叫椒盐小河鱼。椒盐小河鱼，对，好熟啊，得听到评剧啊什么的。沈阳哥，一言难尽。歌手，啊、张宇，错了，错了，是。一言难尽。说歌手，张宇生，错了。瞎猜吗？真是，猜也不要。雅慧。你的脸，你的脸有几分憔悴？你的眼，这叫什么名字？国王的。用心良苦，沈阳哥。用心良苦，张宇。对，全是张宇。用心良苦，张宇。哎，周深，完了，我不知道原唱是谁，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杨迪，萧亚轩，最熟悉的陌生人，答对。你看，我说是这种排序吧，接下来就是周深跟程正了。周深，咱俩，咱俩换个年代行不？这个他感觉好像别的年代都主导。来，下一首开始。1990，罗大佑的。答对了，恭喜！来下一首。周深。失恋阵线联盟草蜢乐队。恭喜答对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说你绝不会假装潇洒，却让我别太早放弃他。翻过去，穿梭着一段神话，然后相遇是一场。来下一首。可以放一些几百年前的歌吗？薛哥去哪？许仙，许仙，许仙。那个仙得走一回，不是？高胜。还有这个。算了吧。还有三个字。高胜。高胜。高美。高腾美。高美腾。高胜美。啊，高胜，这是美呀。每天起来看见的啥？着离奇，明暗高深，恐怕做你做完物之外，人袁弘。换两个字。红太阳。换成两个字。换成夕阳红。嗯。换两个字。红日，红日。歌手李克勤。答对。耶。看桂梅，看桂梅。不可能。李克勤是我好朋友，所以我知道了。对，感谢李克勤。只是一条小鱼而已，没有关系。一道菜没事，这下还脆不？还是好酥哎。但其实我真的不太在意这个晚餐之前的这个游戏了。是吗？哎，要减减肥，因为我发现真人秀太真实了，有点真，太真了。